内地剧《无心法师》的演员陆续来到香港做宣传，之前就有孙东军，跟住咧就有陈瑶啦。今次是他第一次以工作的身份来香港，《无心法师》呢一套剧集在香港的反应好不错、哦，你知不知道呢？大概知道一些吧，然后觉得很谢谢大家的喜欢，然后今天到这儿来也觉得很开心。来香港会不会想要吃什么？想吃那个刚刚在网上有看到云吞面，然后觉得还挺有食欲的。有机会去吃吗？希望有吧。